看看新闻网。临近五月，娱乐圈喜事又添一桩。香港 TVB 艺人姚乐怡在4月26号与圈外男友吴俊匡步入结婚殿堂。作为姚乐怡的好友 ，TVB 事后佘诗曼、汤盈盈、钟丽缇等一众女星身着紫色抹胸礼服亮相，为姚乐怡组成盛装姐妹团。而作为对好友们的回馈，姚乐怡也有意在婚礼现场为待字闺中的女伴挑选如意郎君。本来想想看有什么帅哥可以介绍，但是他堂哥已经结婚了，所以可能也介绍另外一些。